众泰 Z700H 将于8月25日上市，外观内饰全新升级。日前我们通过相关渠道获悉，众泰 Z700H 将会在8月25日开幕的成都车展上上市销售。据了解，新车是现款众泰 Z700 的改款车型，在外观和内饰上将会进一步升级调整，进一步提升竞争实力。目前没有新车的相关图片，不过根据众泰 Z700H 与现款的 Z700 车型基本保持一致，主要的变化则是在于细节方面的调整，包括前格栅进行了修改，同时尾灯组也将会采用新的造型。车身尺寸方面，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020×1877×1469毫米，轴距为3000毫米，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。内饰方面，据了解，众泰 Z700H 的座椅将会进一步优化升级，全系采用公务版车型的座椅，功能更加齐全。动力方面，众泰 Z700H 将会沿用现款 1.8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是177马力，峰值扭矩是245牛米，传动系统匹配的是5速手动或6速双离合变速箱，